情深意真浓，今晚的风清凉，有情人依偎在身旁，夜莺歌声虽悠扬，也都比不上绵绵情意长。星空点点星，好像闪烁的身旁，夜莺歌声虽悠扬，也都比不上绵绵情意长。星空点点星，好像闪烁的眼睛，在我月亮小里藏不住秘密，叫人难沉默的回答。太棒了，杨姐姐唱的太好了。哦，你穿这个古代的，还有这个锦衣，应该就是杨小生好。我就是要沈小妹你好。你好。平常我们在电视里头啊，都是看到这个杨丽花小姐，她穿古装是这个女扮男装，而且呢是唱歌仔戏。刚刚唱的那首流行歌很好听哎，没想到您的、这个、真的好听吗？真的好听，我不是骗你的。我想我们的很多观众都是，他们都听到了很好听，怎么会想到说来唱流行歌曲呢？这个刚才唱的这首歌是我最近出来的新唱片。你灌了一个唱片啊？对。哦，捞过界了，我们的歌星恐怕要抗议喽。那我是唱得很好、哦。唱的我自己听的是不敢听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真的唱得很好，尤其这个歌曲的设计哦，都跟这个杨丽花小姐本身的特色能够相配合。刚刚唱的那首歌是《小镇情歌》，是不是？对。比较抒情的哈。那么有没有在这张唱片里头有没有其他比较轻快的，像 disco 节奏的，有没有？有有有，里头的新歌好几首新歌啊，还有那个什么。民谣，民谣很多哦，也有民谣，对，台语的都很多、台语的，因为我灌这个唱片是、对我来讲都是方便一点。方便怎么说？过去我就常常人家请我是上了特别节目啦，什么综艺节目，对，我就唱别人的歌，我怕别人的歌是很好听，让杨丽花唱过，不会不会，太客气。所以我一直想说有机会我要灌一个唱片，结果我达到唱片啦，对，但是我。这个唱片呢，第一是让我方便，对，就是上特别节目能够用，哎。第二呢，就是留着做纪念，嗯，很好的纪念。第三呢，就是要给我亲爱的观众啦留着纪念啦，听听杨丽花的唱片跟歌仔戏的唱法有没有一样？哎，说到这个。歌仔戏的唱法跟一般流行歌的唱法，我想要请问你一下，我想我们观众也都很好奇，你觉得唱这两种有没有什么不一样？哈哈哟，当然不一样。怎么样？唱流行歌曲跟这个歌仔戏的，歌仔戏不要讲了，我是拿手的、对，那你是第一把一定不会演技的啦。但是唱的这个唱片啊，我录的差不多4天，哎呀，好累，才知道唱歌不简单。
不过呢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如果啊你有幸能够听到这张唱片的话，你会发现每一首歌都非常的好听。那么今天是中秋节，现在是中秋节特别节目，您是我们的特别来宾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话要在今天跟观众讲一讲的？啊，当然了，我趁这个机会一定要跟我们观众朋友讲，今天就是月圆花好，祝大家愉快，好，快乐啦。对，我们非常谢谢杨丽花小姐今天到我们节目当中来，同时带来这么好听的歌曲。那以后有机会我要常常上咯。好，没问题，我们一定非常欢迎你。谢谢杨丽花小姐，谢谢。客气。